又是一年中秋节，新式月饼层出不穷，老字号花样翻新，网红产品瞄准年轻人，博物馆推出文创月饼，这就是今年和字典跨界的一款生僻字月饼。月饼蒸出圈，为啥这么拼？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独家冠名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今天是传统的中秋佳节，张琳首先要在这里代表我们的栏目组祝福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安康。那中秋节吃月饼可以说是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过节仪式，今年这月饼市场还真的有了不少新的变化。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就和两位嘉宾一起来聊一聊。我们请到的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金凌波，一位是我们的央视财经评论员刘哥，欢迎两位。那这两天呢，我看到有网友说今年的这个月饼市场啊是越来越内卷了，除了大家熟悉的传统口味，还有像珍珠奶茶月饼、螺蛳粉月饼、小龙虾月饼，甚至还有二锅头月饼。那可以说各种奇葩网红月饼真的是层出不穷，到底卖的怎么样呢？消费者的评价又如何？咱们先到市场上去看一看。在上海浦东的一家生鲜超市里面，现烤的苏式月饼口味多样，有芥末三文鱼月饼，还有榴莲月饼， Q 弹的小龙虾鲜肉月饼，鲜辣的藤椒牛肉月饼。目前在售的八款月饼是从40多款中经过多轮测试脱颖而出的，各类食材与月饼的融合满足了年轻消费者的不同地区的口味偏好。我们是希望跟上消费者的步伐，所以今年的话我们是把那个四川冷锅串串整个串串9种原料都包进了月饼里面。除了现烤现吃的苏式月饼在不断创新，广式月饼在从外观到馅料也在焕发新活力。在上海福州路的一家餐饮店，一款猫爪月饼格外吸睛。这款猫爪月饼外形可爱，包装粉嫩，月饼是猫爪的形状，口味有咖啡乳酪、焦糖芝士等。不少年轻消费者来询问，但早已售罄。门店负责人说，像这样的月饼创新是根据大数据的分析来进行的。现在比较年轻的消费者对奶茶、咖啡、栗蓉还有猫爪包括酒心比较喜爱，所以说我们将这种的饮食文化注入到我们的月饼里面，就是受众更加年轻一点，我觉得年轻人应该也会比较喜欢。从电商平台大数据分析来看，螺蛳粉、夫妻肺片、海鲜等奇葩口味的月饼销量增长较快，相较于其他群体，种草新口味和特殊口味的人群中以90后、95后年轻人居多。怎么样，是不是很难想象现在的月饼市场有这么多的刚才短片中说的叫奇葩口味和特殊口味啊？我们大家传统印象中还是比如说莲蓉的、这个五仁的、豆沙的、枣泥的，叫中秋四子啊。但是现在似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尝过吗，金老师？我尝过个别口味，但是呢，有些口味还是适应不了。客观的讲，还是喜欢传统口味的啊。我想呢，今年这个市场呢看得很清楚，应该从三个维度来看。第一个，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口味的变化，就是食材乃至包装的变化。第二个维度呢，实际上呢可以看出来呢，就是我们的消费者的整个的变化。像我这个60后的，那么我喜欢传统口味儿，那80后、90后乃至00后的，他们喜欢现代派的口味儿，所以呢，第三个角度呢，就是供应商这些厂家开始适应顾客的变化，提供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月饼。这个里面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呢，从传统的这个餐饮企业、食品企业，到现在各式各样的跨界的参与者都加入进来。对，有没有感觉刘老师，这个不是咱们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太快，大家好像现在更加注重的是年轻人的口味的这样一个偏好。对，这几年月饼市场的确的有一个大的变化，一方面呢是返璞归真，另外一方面呢，我注意到呢，其实现在的这个月饼的这个营销啊，更像是一个变成了个设计大赛啊。也就是说你看啊，首先呢是从风味上啊，从馅料上啊，这样的制作工艺上有变化，有更多的呢就是企业的话呢玩更多的花样。你比如说这个原来呢，这月饼呢主要是这个食品厂家啊，食品生产厂家，后来呢这些大的5星级酒店他们也出，现在呢有很多企业他为了
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自己也会去代加工啊，找别的企业代加工，然后来设计这样的一些产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原来在早几年有的时候呢，就是看谁把那个东西弄得贵，是吧？对。甚至呢，月饼几块里面的话呢，弄一瓶洋酒，是吧？它是礼品。哎，对。然后里面用鲍鱼啊、海参，然后呢，一盒卖1000多，很贵。但是现在这个现象大大减少了，很多甚至你看，有的互联网大厂呢，他们送客户或者是一些他们的读者啊，或者是他们的这个 VIP 是吧？那么他们做什么呢？搞环保是吧？包括它的包装。那么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可以用来种花，而且用什么甘蔗渣来生产啊。还有的呢，就是这些，你比如说新华书店里面，刚才在片子里头也看到啊，它就是利用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潮玩是吧，这样的一种这个理念，搞这种就叫盲盒啊，就是把那个很多生僻字然后做成了这个月饼，然后呢你可以盲着买，然后呢你打开以后一看呢，就变成了一个认识汉字的这一些生僻字的过程。所以你看这里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月饼市场变成了一个创意市场里面的，它就是又有意思又有意义啊。对，也就是说把文化呢又贯穿到这个月饼销售和月饼创意的这里面，所以呢它就变成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是一个市场上的一个新的变化。对，也就是说除了我们刚才关注到的口味上的变化，其实今年文化元素的添加也让这个市场发生了很多的新的特点啊。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看到了很多的博物馆就看好了月饼市场，让镇馆之宝纷纷变成了月饼，甚至就连字典和月饼也来了一次跨界。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新字的上面呢加个文，在天字下面呢加个名，啊，强和力组合在一起，这些常用字呢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组合到了一起啊，很多人都会有些懵。那其实呢，这就是今年和字典跨界的一款生僻字月饼。那这些字怎么读呢？在这个像字典一样的包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准确读音。像这个字呢读酱啊，这个字呢读民。那一边呢吃着美味的月饼，一边还能增加一些小知识。书店和电商跨界尝试用月饼刻字的方式寓教于乐，赋予月饼不一样的文化内涵。今年当红的三星堆博物馆在月饼里融入金杖、神树、青铜大面具等五大镇馆之宝元素，甚至还回应网友的好奇，专门设计了抹茶味的月饼，让人一口吃下去满满都是青铜味。广州博物馆用馆藏百年前的食谱重塑了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的月饼，还原出里面的五种口味：凤凰月、腊肠月、烧鸡月、西施醉月和中豆蓉月。有大虾啦，有玫瑰啦，有莲子啦，有懒人肉啦，有柠檬叶啦，啊，就类似这样的，好像白麻丁标，其实就是肥猪肉、火腿、松酥浆等等这一些配料，它才能够做出一个西施醉月。月饼包装盒以广州博物馆馆藏国家二级文物《清黑漆描金开窗庭院人物图》缝纫盒为原型改良制作，引发网友的围观。尝一口百年前的月饼，会不会有一种穿越古今的感觉？刚才这个短片里我们看到像三星堆月饼、字典月饼都体现了浓厚的文化味道和文创的色彩啊，似乎现在大家很容易或者说很热衷于这样的一个跨界组合，你们怎么看？我认为呢，为什么要跨界呢？是因为中国的月饼呢强烈的带有了文化的符号，这个里面呢有三个原因造成。第一个原因呢，就是目前来看呢，月饼呢是一个短平快的，它一般来说周期只有2到3个月，对，所以呢对跨界的企业而言，它比较容易介入，短平快。第二个呢，是由于呢我们所知道的现在的竞争格局，中国的月饼市场大概念来说呢是220个亿，但是有多少企业呢？有23000家，平均一家企业只有100万的年销售额，而头部的企业呢现在在10到15个亿，这样呢实际上大众80%-90%的企业可能都不到50万年销售额。第三个呢，就是现在的跨界企业，无论是我们看到短片里的博物馆，也无论是这个医院，甚至有些呢现在的新品味的加入者，他们为什么容易跨界呢？是根本在于他是用了一个代工的方式，他没有技术，没有配方，完全委托我们刚才所说80-90的那个中小的散户的加工厂来完成他的最后一道
门槛。嗯，这样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呢是非常多元化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嗯，所以就是我们刚才开篇说到的，这个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内卷，特别的激烈，大家必须去拼点什么。所以呢，还是要把文化的东西呢作为这个月饼的馅儿啊。民俗呢是个皮儿，因为各个地方呢，在8月15的时候都要吃月饼。但是你会发现呢，在中国各个地方的吃月饼的习惯也不一样，月饼的这个制作方式也不一样，制作工具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在福建闽南那一带呢，就有薄饼的那样的一种习惯，嗯、那是跟郑成功啊当年呢收复台湾的时候啊，大家思乡这有关系啊。那么你在内蒙古西部呢，有一种月饼呢，他们有的外地人吃了以后说你们不是月饼，因为它没馅儿啊。但是它为什么会在边疆地区诞生这样的一种月饼呢？它就叫混糖月饼，就是把面粉和糖油混在一起，然后它更像一个主食。为什么呢？好储藏。好储藏。嗯。好携带。对。啊，就是这些商人们啊，到草原上啊，还有军队，然后呢去执行任务的时候，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比较大啊，看起来比较粗糙的月饼，然后便于携带，它就产生了，就是哎，它就是有这样的功能，它在各个地方呢都有不同的。你看，你说刚才呢，这个金老师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小企业？因为在每一个县里面，甚至每一个乡镇里面，都有自己特色的那种这个制作方式和他们自己的文化，所以你要是把这些文化都挖掘出来，然后呢能够做的更好的话呢，其实这个市场可以更大。因为现在呢，我查了一下天眼查，那么做月饼的企业呢，近十年每年增加10%。嗯，然后呢，这个每年新增2000多家，看似挺多，但是呢，做出来的总量呢200多亿。200多亿意味着什么呢？全国人民一人吃一块月饼，也就是说13-14块钱嘛，对吧？就是平均下来一个人就是在月饼上面只花13-14块钱，然后5年前呢是100多亿，就是总的来说就是一块月饼。那其实呢，如果我们这种文化的概念，然后我们它这种我们能够做得更深入、更好、更深入的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市场其实还可以再开发的更大一些，有很大的潜力。哎，所以的话呢，就是我说民俗做皮儿，文化做馅儿，这个市场的潜力仍然很大。嗯，这个里头实际上呢，刘老师所说的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月饼文化怎么变成文化月饼。嗯，虽然这个次序颠倒了下，但是它的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像您刚才说的，过去这个月饼呢，实际上是一个食物，是一个特殊的食品。对。怎样今天呢告别了我们10年前的礼品，进入一个大众化的食品，是这个量是海量的。说到这个市场的扩大啊，其实我们也观察到了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这些年随着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加速传播，月饼作为中秋佳节传统美食的代表之一，也逐渐被海外的消费者熟悉和喜爱。今年我国月饼的出口订单就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增长，我们来了解一下。我现在呢是在一个迎接中秋佳节、品味中国味道的活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活动现场来了很多来自各个国家的外国友人。他们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体验到了中式月饼精良的制作工艺，更是深刻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我喜欢吃中国月饼，特别晚上我喝茶的时候，我吃中国月饼。我最喜欢吃就是水果的。像这位外国友人一样喜欢上中国月饼的海外消费者不在少数，受此带动，我国月饼出口相关业务迎来快速增长。据海关数据，今年1至8月，上海松江区的食品企业已经累计出口月饼近10吨，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2.3%。而在同一时期，广州关区的月饼出口货值达67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4338万元，同比增长95%。今年很多月饼生产商为了迎合海外消费者的口味，打开国际市场，推出了特制的水果和坚果馅儿月饼，在海外市场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与此同时，海外销售渠道也不断丰富，除了大型商超之外，线上销售的占比也明显增加。
可以看到我们海外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都在喜欢月饼这样一个具有我们中国文化符号的这样一种食品，而且其实我也看到今年有一些记者在报道的时候说到今年散装月饼的这个销量也在大幅增加，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其实我们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他对月饼的这样一个自己消费需求是的确在增长的。所以面对这样一个趋势化，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的月饼的这样一个生产和营销上是不是也要再下一些新的功夫？我觉得呢，您谈到了营销，实际上营销就是四个要点，四个 P 字母打头，英文字母。第一个就是产品，第二就是定价，第三是渠道，第四是促销。首先说产品，正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月饼呢是短平快，怎么给它做成一个长线的长周期的产品，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呢我们在国际营销之中，在海外销售市场要针对国外消费者，尤其是除了华人的6000万、7000万华人以外更大的一个市场，他们如何和他的咖啡来配西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的价格，什么样的价格，你是和汉堡、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企业在竞争一个新的食品产业，那你的定价策略必须多元化。第三呢就是你的渠道，现在我们基本上走跨境电商的这种渠道 2C 端的，那么未来是要更多的B 端，就是零售商和制造商更多介入。最后一点就是促销上面一定要跨越文化的瓶颈，我们现在看一款月饼呢就是一道产业的风景线，这个里面呢要跨越进出口检疫的将近30个关口，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企业要质量为本，用一句老话说，月饼月饼还是月饼，对，质量是你的最根本的保障。没错，也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谈到月饼正在从以往的一个礼品经济再向现在大众食品领域进行转化的这个过程中，需求是在的，怎么样真的越来越好的去满足消费者的这样一个需求的变化，越来越多元化的一种选择，其实是可以去做一番功夫的。对，我查了一下资料呢，这个月饼有关月饼的这个专利啊还有很多，现在有效的呢还有1800多条在我们国家，但是这个专利呢主要都是外包装的专利啊，外观专利啊，也就是说大家在外观外包装的创意上呢现在非常精美啊，想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呢这个月饼本身呢是不是它还应该有很多创新啊。其实月饼呢我们把它叫做一个传统的食品，但是刚才我说了各个地方其实也不一样，但是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它也不断的在变化，因为而且呢那么有一种说法在这个学术上没有定论啊，其实这个月饼它本身就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从中亚，对吧？因为在我们汉族的饮食习惯里面，以前我们都是蒸制的啊，但是中亚整个这个阿拉伯整个这一带呢相对而言呢他们为了适应这种长途旅行，然后更多的都是用烤制饼。其实你看整个欧亚大陆无吃小麦的地方无非是三种吃法，要么是吃面包，要么是吃饼啊，就是馕这样的东西，要么就是蒸馒头，是吧？发酵的小麦粉，这样三种吃法决定了三大文化。但是我们以前是没这个烤制烘焙的这个文化的，但是后来以前呢据说是从唐朝的时候开始有西域的这样的饼进来，然后和我们中原的这些馅料和做法和我们的祭月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中国的月饼。以前在宫廷，慢慢呢到了明朝的时候才慢慢到了民间，但是以前呢更多的因为在农耕社会我们缺糖，所以要把它做得很甜才是好月饼，但是现在大家都不缺糖，所以很多人呢拿这个月饼觉得是个负担，那这上面是不是就可以大家多下一些功夫，那么有让年轻人老年人吃啊更多的能够适合于各种口味的月饼。没错，所以未来的这个月饼市场我们还是可以有所期待的。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广告之后来听主播收评。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作为中秋节的传统食品，月饼销售的时令特征很明显，以往出现过被商家过度包装作为礼品进行营销的情况，而如今不少商家推出了价格亲民口味多样的月饼产品，外观设计上也增添了很多文创的元素，月饼正在从节日特色食品转变为日常的大众食品。
那我们可以期待未来点心化、零食化、健康化，还带有一些文化味的月饼会拥有越来越多的消费人群。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其他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再见。